哟，丁玲倩，原来你也有自愧不如人的地方啊。唉，我不如人的地方多了去了。其实我挺一无是处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情绪不对呀、啊。让我猜猜，是不是和沈教官闹不愉快了？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真有那么严重？嗯。要我说吧，教官当初对你最严厉，但也是对你最花费心思的。他没有让你直接进重案大队，那也是想让你锻炼一下。这点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也是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早就被退学了。说不定还跟以前一样，除了吃喝玩乐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如果没有他，我永远不知道，其实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你一辈子去奋斗、去努力的。比如当一名警察，哪怕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小警察。丁玲倩，你真的变了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我都能看到沈教官的影子了。连说话的语气都是，别老提他，是你老提他的呀。你又当乘务长，又当志愿者，精神还那么好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了？不告诉你。是不是他跟你求婚了？你知道啦，我猜对了。什么时候？刘宗说了，等他挑个好日子，正式跟我求婚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伴娘费我莫属啊，赶快给我去找伴娘衣服，要跟新娘子的一样好看，不然你别想跟刘东进洞房。你一个大警察，谁敢找你当伴娘啊？警察怎么了？警察不能当伴娘？我可跟你说啊，你现在都快当新娘子了，别那么腻人。有天我正在执勤，盼到刘东哥哥出差回来，他说你非得招他回去。哪天啊？上星期一啊。周一我飞欧洲啊，第二天早上才回来，我没给他打过电话，你听错了吧？怎么了？叛逆。嗯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跟你回去了。你别跟我爸说碰到我了啊！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，改天我自己回去吧。啊，师傅，麻烦你靠边停一下。丁立倩这一次出奇的冷静，如果是以前这种事情，他当场就会戳穿了。而这次他突然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他第一次用一名警察的角度把事情前前后后仔细想了一遍。刘东为什么要撒谎？为什么刘东和老李会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呢？这绝不是巧合。高黎明，我问你啊，最近你们都在忙什么呢？我这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闲得浑身都快长毛了。那你跟沈队道个歉去呗，该干嘛干嘛。我问的是你在干什么？我不能说秘密。你和我还有秘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纪律。
说。他和他的女友安妮有单线来往，一直都在公司。他的电话号码换得非常快，时间不会超过三天。他没有什么社交，包括电子邮件的来往也仅局限于同学之间，所以我怀疑他看出咱们的动机了。没了。没了。帮忙吗？喂，110吗？交易的人已经走了，交易的人已经走了，请指示。慢。鬼的人肯定在到处追杀我们了。那大哥，他到底是条子还是老鬼的人？他自己说他是警察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举起手来。现在谁的话我们都不能听。如果是老鬼的人，我们肯定是死路一条；如果是警察，我们这么多的毒品也是死路一条了。那大哥， 我们到底怎么办？镇静点。嘿，警察同志。警察同志，我们是正规生意人了，我们是合法公民了。那你们刚才在宾馆干什么呢？闹着玩？你挺会玩的嘛。你多大了？我刚说了，45。这就是做生意闹点误会，闹点纠纷，这。闹起来了，真是麻烦你们了。这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那么人呢？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叫，他们都是外地的，做生意上认识的。他们叫，我们都是做小本买卖、小生意，网上认识的。他们网上那名儿，这，你朋友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？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你们看，我不也没事吗？我也没啥事儿，真是麻烦你们了啊！这事儿我们自己解决。我提醒你，以后做什么事儿都守点规矩，否则出了事儿再找警察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哎，那是。根据高黎明提供的现场情况来看，老李是要进行一场毒品交易，但是交易途中突然发生变故。买方拿走了所有的证据逃离了。沈飞扬知道老李在说谎，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审下去，也只会和华哥一样不了了之。沈飞扬决定赌一把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隐瞒对你没好处。真的没什么说的，真的。走吧。没听见？走吧。王叔，李姑出来了。他被条子跟上了。走，回去。小姐，师傅，麻烦你跟紧前面那辆车。小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警察，正在执行公务。跟紧前面那辆车。哎，好。师傅，你麻烦你再快一点。哎，好好。想想办法，从旁边那个车道过去。警察同志，前面堵车了，过不去。倩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？你爸在楼上呢。你浇花呢？啊，这都浇了一天了。喂，高立明，我知道了。王叔，那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丁立倩确定自己没有看错，望叔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为什么要说谎掩饰。在路上，丁立倩给家里打过电话，父亲丁鹏毅确定望叔一直在家，并没有出去过。丁立倩没再多说什么就挂了电话，他知道再追问下去反而会暴露了自己的猜疑，包括高黎明暗中跟踪刘东的事情。丁立倩不敢再想下去了，她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，希望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老李，福建人为什么黑你的货？我，我在货里掺了假，让他们给发现了。你在货里掺假？我们在道上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有人敢干过这种事情。你竟然坏了我们的规矩，毁了我们在道上的名声。我是王叔，王叔，你看在我跟你多年的份上，你放我一把，我错了。你明知道我们的规矩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我不敢破您的规矩，我更不敢背叛你。我跟你说实话，王叔，我孩子病了。
得了血癌，他治病得要钱呢。王叔，你还拿这些来骗我们？王叔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骗你，我没办法，我孩子在医院等着救命，他需要钱，我没办法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放在医院，我只能在货里。混蛋，老李！王叔，你饶命啊！起来。谁也不能杀你，你是功臣。谢谢王叔，谢谢王叔。你走吧。董事长说了，你就当去度个假。平时也很少跟家人在一起，把儿子也带上吧。孩子看病需要的钱，回头董事长会派人给你送过去。西藏、新疆都行。一定告诉董事长，我下辈子给他做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行了，走吧。到了你就知道了，看好孩子啊！哎呦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交通事故，对，死者叫李厚生。李厚生，交通部门是7:38接到的肇事报案，汽车是从上面的公路掉下来的，落差大概50米，没有刹车痕迹，车上除了老李，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，全部死亡。哦，这是老李的驾照。老李，你认识啊？我爸公司的。老李，哪个老李啊？哦，我想起来，是有这么个人。他出车祸了，一家人都死了。老李怎么会？哎呀，这个消息太震惊了。小倩，别急，我尽快让王叔去处理这件事。好，
爸再见。 由女儿丁玉倩来通知老李的死，似乎快了一些，这有点出乎丁鹏毅的预料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计划，他没有让望舒去现场，而是安排他去做另外一件事。这件事情要比去看一个死人更有意义。死者李厚生。 在出事的前两天，和两个福建人进行毒品交易，但在中途发生变故，死者被绑架，但本人拒不承认被绑架的事实，而两个福建人在昨天晚上也失去了控制。为什么当时不控制住李厚生？是我跟踪的，但是因为堵车跟丢了。这是我的决定，为什么这么决定？ 既然已经查明这是一起毒品交易，而且有了交易的证据，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？我怀疑他和老鬼有关，所以说李厚生的死，我负全部责任。我也有责任。起什么哄？还有，福建人怎么回事？这么重要的嫌疑人都给跟丢了，你们重案组是干什么的？ 啊！连个人都追不上，可我又追回来一箱子钱，我不缺钱。是我追的，没有追到是我的责任，但当时的……我不想听你解释。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你要当不了这个警察，就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。 高局长，我保证抓住这两个犯罪嫌疑人。如果抓不住，你再开除我也不迟。搞定。好了，散会。沈飞扬，到你留下。老李的事儿，我们董事长听说以后，非常难过，委托我来全权处理他的后事，费用。 全部由公司负担。老李可怜呐，但人死了，毕竟入土为安。可医院方面说，必须要经过你们的同意，尸体才能火化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事儿还惊动你们董事长了。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麻烦你们跟医院方面打个招呼，我这就过去。尸体不能动。 好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吧？本来呢，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，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搞复杂了。老李生前呢，欠了别人很多钱，债主啊，跑到公安局，跑到医院来要挟，非要讨个说法。所以呢，是不是等我们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之后再说？哦，好，是这样。老李的事儿呢？ 我也听说过一些，他的儿子得了重病，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啊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听说他好像跟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呢，还有些来往。关于赌债的事儿嘛，公司也替他擦过屁股。公司原本想开除他，但是考虑到老李年纪大了，又没有生活来源，也就任由他了。听说他好像还吸毒。 听说而已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们有通知会告诉你的。啊，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啊，好，尽快帮把事办了。行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那辆车的刹车有问题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刹车。 我已经让法医过去了。沈飞扬，我告诉你啊，仅此一次。队长，有事啊？
你是不是怀疑刘东和老李？你派高立明跟踪他们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事儿是你该问的吧？队长，我也是队里的一员，是一名警察。你怀疑什么？请告诉我。除了他们，你还怀疑谁？没了。就这些。从他的尸体表面看，没有任何被伤害的痕迹。但是，解剖结果，他的胃液里含有酒精和冰毒，足以让他致命。引入时间应该在肇事之前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，所以他的真正死因是中毒。如果是自杀，他没可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起，绝对不可能是自杀。那就是他杀，会不会是福建人干的？毒也是福建人下的。可是这中间这么长时间，这种毒不会这么慢发作的。发作时间应该在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毒品交易、老李回家租车的这段过程当中出了状况。丁立宪说的是对的。老刘，你马上和丁立宪还有丁力赶到老李家，要快。好。现在老李家找到的壶，它不是一把普通的壶，主要作用是吸毒。最近国外毒品市场最流行的红五、六角，还有伊丽莎，都是用这玩意儿吸的，行话叫溜冰。经过检测，这是一把新壶，里面没有任何毒品成分。现在可以肯定，老李是谋杀。再查那辆车。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跟你爸难堪，那可是局里的案情分析会啊。你怎么处处向着他呀？是他先给我闹难堪。明明，听妈的话，一会儿等你爸回来呀，你给他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。妈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我跟您说，我要抓住这两个人，你别说我爸了，我根本就没脸再待在重案组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现在去哪儿找他们去？你别管了，趁我爸没回来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别管了，你别忘了喂喂他们啊。明明，我走了吗？哎，明明，这些碟片都是小倩以前喜欢的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只要新的碟片出来都按期邮购。小倩的化妆品还有其他的东西都过期了，我让保姆拿着瓶子照样定期更换。她的皮衣、轿车定期进行保养。自从小倩当了警察，这些东西她就再也没有动过了。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用才有价值。大哥说的是，老李是我们的员工，也是我们的亲人。他还有其他亲人吗？他的父母早就死了，他的岳父还活着，在乡下，但是瘫痪了。
他们一直有他的小舅子供养着，对于老李的事情，他们一点都不知情。给他们寄点钱去。好。 小姐，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见没见过这两个人？没有。如果这两个人入住的话，你跟我联系一下，好吧？因为我是他的朋友，好吧？我把我电话留给你们。好。这两个人来过？您确定？来我们整个人国家受伤的人很多，但是枪伤的不多，一般都要上报，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刻。是您给他们治的吗？没有治疗。 这是枪伤哎！快给他看看，少啰嗦，否则老子要你命！当时有人叫我，他们趁我不备啊，溜了。对了，他们那个伤势挺严重的，如果他们正规的大医院不敢去的话，他们只能去那些小医院或者黑诊所了。大夫，谢谢你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麻烦您了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 倩倩，干嘛呢？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你知道吗？这一走大家都很担心，查的怎么样？省队让我过来帮你。你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就行。真的行？那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好，在你跟你爸叫板的那一刹那，我不得不仰视你。你放心，我要是抓不住这两个嫌疑人，我都对不起你对我的第一次仰视。 来了，您的。有骨气。丁先生。哟，这不沈队长吗？您爸可真敬业啊。 听说董事长亲自来治丧，这不就跟这儿等他了。哦，找我有事儿的话，去办公室谈。哎，去办公室，你说我这身衣服要是给您的办公室弄脏了，那多不好意思，还是跟这儿吧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 今天我来呢，是想跟丁先生了解一下老李的情况。人都没了，还能说什么呀？不过你问起来了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，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。至于说老李是自杀，我不相信。那您的意思？ 是他杀。这应该是你们的事情。老李跟了我20多年了，不管从工作上，还是哪方面，我们感情都很深。他儿子生病，我也做过努力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的关心是不够的。我最痛心、最痛心的是，老李能为了他儿子，会铤而走险。 会铤而走险？不是听说是借高利贷贩毒吸毒吗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不相信。可是，对于老李的事情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抱歉。 这次会面让沈飞扬再次感受到了丁鹏毅那种不同的气场，在谈话的过程中，沈飞扬有一会儿甚至被丁鹏毅感动了。
他感觉到在丁鹏毅的面前，他完全处在了被动的一面，就像他目前面临的局面一样。丁鹏毅将谈话的重点和内容都拿捏得很准，密不透风，但越是这样，越让沈飞扬对丁鹏毅疑虑重重。沈队，都查清楚了，汽车不是老李租的，另有其人，但用的老李的身份证。租赁公司的也说没看清这个人。行，知道了。这起重大案件多多少少都与丁氏集团牵扯到了一些关系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南江市众多企业，多少有钱人，为什么偏偏是丁氏集团总是在这黑色的漩涡之中？这种思考让丁立倩突然一夜之间长大了，成熟了，也有了沉重的心思。早。走。我不就回了一趟家吗？你们至于这样对我吗？这是正常的回避。其实给我打个电话就行。沈队，咱们是不是有点……丁鹏毅为老李自办丧事，丁立倩作为家属，应该回避。大夫，您听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到底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？对我很重要。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走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走，大夫，我这是办案，你们要是隐藏犯罪嫌疑人，这可是犯法的。那你证件呢？掏出来我看看。我想诈骗我，没门！滚！不是大夫，你听我说，大夫，滚！大夫，我这是办案。管什么你？这会儿不看病，你去。沈队。我这你不能乱翻的，这是病人隐私的，不能乱看，知道吗？原来是警察大哥，好说。这两个人呢？这两个人前天晚上是在我这里做了一个小手术，他们丢下钱就跑了。哦，就是他照片上那两个人。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哈！我懂点医，这里都是农民工，我在这里开个小诊所给他们看看病。行了，你忙你的，见到这俩人要告诉我们。啊，行，好，走吧。好，坐好啊。坐好了啊。这下可好。又断线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要是抓不住这两个犯罪嫌疑人，我就再也不做警察了。别说那没用的。有时间呢，多去看看丁立倩。哦，还有，
向你妈多学习学习，啊！火机给我。未曾离。